所以要自己的更更细一点，口感才不会穿穿。都会有人要拿去种菜，那要不然你们拍这个很容易啊。喝多的话哈，比较容易会胀气，然后它就有成分的油。对，要固定一桶，就是一板那个豆腐。蛮多老店的，他冰箱有什么呢？你要不可以用一下，要等一下。它就是豆干的。
它的排水量大概会排的比较多。就我们就是每一份做。在这里开完，等一下还有第二次。
吃吃吗？我夹太烂了，太烂了。